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民署，啊，你先熄火好不好？先熄火，先熄火，先熄火，钥匙先拔掉，哎，啊，那个窗户要，门帮我打开，门帮我打开。啊，你有证件吗？啊，你这个门先帮我开好，我要确认一下门身份了。那边不要压着，我开。哎，那个，自动门，不要。陈范，他说门先那个，不要，他要开门了。我的门不要压着，因为那关自动门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